罗淑帆而言，20年来除了把自己专业传承给学生之外，用行动关心部落，从老人到小孩都在他的呵护中。哎，可是长起来呢？这边长起来，长起来。卧床患者的伤口处理攸关生命，即使看了会痛，闻了会有味道，罗淑芬从来没有退缩。另外一方面，带着原民学生返回部落，罗淑芬期待能有改变。部落的孩子，他事实上在偏乡的部落，他有很多的资源了，包括他可能有很多的书，有很多的物资进去，但是他们最缺少的就是陪伴。陪着说说话，做活动，直接的交流能带来温度，提供部落孩子心灵所需。7000多个日子无私的奉献，也希望大家看见他所关心的孩子，一同给爱。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在说话》，我是李毅，慈济科技大学护理系的老师，带着一群学生们，多年来深入偏乡，去看看这些偏乡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除了孩子，还有老人。以及他们最需要我们伸出援手的地方是在哪里？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些经验带回来，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用的是科技的方法，用他们的这个教育在学校里面的器材研发出了最新的产品，而且得到了国际的奖项。今天我们就请他们来到节目的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跟心得。第一位是慈济科技大学护理系的罗淑芬老师，罗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几位我们的护理系的同学啊，第一位是张婷宜，大家好。江妮婷，大家好。吴玉欣，大家好。吴佳云，大家好。林杰斐，大家好。田念慈，大家好。从这段影片我们看到啊，经由这样子的一个关怀偏乡的计划，显然老师跟这些孩子们看到了老人照顾的一些问题，而且好像还蛮普遍的。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在偏乡里面啊，那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工作，没有工作的话就没有收入。所以当长者他如果他是中风或者是长期卧床，那假设没有适合的这个就是定时的翻身的话，事实上他就容易形成了一个就是所谓的压疮褥疮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或者就是说像我们上次到力道去，然后有一个妇女，那他刚开完刀，那他就跟我讲说他的足底板非常非常的痛，脚底板、哦、是是是。那我就在想说，哎，他到底是不是糖尿病这样？后来我就请我们部落假日教室的学生说，那你们去看看他家里面有没有那个棉球啊等等，结果什么都没有。然后刚好玉馨那天要上去，我就说那玉馨，我就遥控他，我说你明天不是要上来部落吗？那你可不可以去维康帮老师买一些什么什么东西这样？所以我们就用接力这个送物资的方法，然后就把这个部落需要的棉棒啊、酒精啊，不就是生理食盐水啊、纱布，然后就买到部落里面去。所以部落里面的照护的现场，我觉得比较会有一些这个疾病出现的是因为他的医疗资源不容易到哪里去，所以就可能会有一些难以处理的伤口出现这样。不过讲到这个部落的医疗资源哈，偏乡哈，如果老师刚刚您说这些年轻人，他还是会跟长辈跟孩子住在一起，对。那长辈如果已经发生那么严重的，他们不会送他们下山来就医吗？事实上我当时我跟婷宜有到那个河中部落去哈，那我们也非常好奇，就是说他到底怎么来处理这个伤口，因为伤口真的是蛮大的。那他就说因为我只要坐一趟救护车我就要花6000块，所以他很厉害，在那个过程当中阿嬷就因为身体很痒，然后有疥疮哈，后来他就把那个鼻胃管拔掉了。那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展现我护理老师的这种长才，我就帮他放鼻胃管，虽然我不是居家护理师，可是我以前我在医院也放过，就帮他换，结果我放不进去，反而是他媳妇放进去。为什么？因为阿嬷只会听原住民的话，他听不懂我的话，这样是不会配合你，不会配合我。后来我就说那他说鼻胃管都如果拔掉他就自己放进去这样。那他说，那我说什么状况你一定要送医？他说是那个气切。
哦，气切、哦，气切，嘿、哦，他说有时候常常就是为了气切或者鼻胃管，然后他就必须要从偏乡坐一趟救护车来，一趟就是6000块。那曾经有部落的居民跟我讲说，他已经3个礼拜没有工作了。嗯，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个6000块，可能对我们一般都市的民众就觉得，哎、欸，好像也不是很多啊、哦，因为我们有固定的收入。可是对部落的居民来讲，6000块可能就是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或者是一个月全家人的要花费的金额，这样是、嗯、所以我们罗老师啊真的是您是护理背景嘛、嗯、啊带着学生去到这些最偏僻的地方去了解什么地方还就是需要伸出援手、嗯、其实我们说台湾的医疗做得很好啊，不管怎么样长照啊各方面、嗯、可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阴暗的角落真的还是无能为力的啊。好，那我要请教婷宜啦。啊，婷宜，刚刚老师讲的这一个褥疮的这个阿嬷，哦，你那个时候有去看到她吗？有。你说一说那个过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去发现这个老人家？嗯，当时其实就是老师就是就说，哎，有一个阿嬷需要帮助，非常需要我们、嗯。那这段路程有一点长，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说说看有多长。就差不多，因为是要走苏花公路、啊、然后将近也要开2个小时的车程、啊、然后老师就说走出发、啊、所以 当天我们就带着身上的就是像棉织啊纱布，我们就是有一个憧憬，就是直接冲过去、啊、那当时到这个就是阿嬷家的时候，阿嬷是高龄90多岁、嗯、那她就是骨瘦如柴、嗯、那我们在看伤口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肉眼看到的表面伤口并不是真正的，那他其实是必须要去评估他大，就是像浅型伤口，嗯，所以比如说我一个手掌，那他其实他的伤口的话是整个大到我的手掌，甚至超过我的手掌。就是说表面看起来只有这个手心，对，但实际上他里面的伤口已经大到跟手掌一样了。嗯，没错，啊、哦、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嗯，然后后来老师他就询问他的那个家属是怎么样帮奶奶换药的。嗯，结果老师发现说，因为他们普遍教育水准就是比较不足，然后加上他们的换药的方式是错误的，导致他阿嬷的伤口越来越严重，然后伤口越来越大。老师心想着，这绝对不可以，我一定要把它医好。你先讲一下，他们原来换药的伤口错误是怎么样的错法？他们当时老师他把伤口撕开的时候，我们在填塞纱布、啊，他并没有把其他的浅型伤口，就是比较内侧，就浅型的，就是内侧的那些隐藏在下面伤口，他没有办法去照顾到。对、嗯，可能他根本看不到，也不知道那边有伤口嘛。对，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消毒伤口，然后填塞纱布。嗯嗯 那所以你们做了什么？我们就是请他示范完之后，我们就请他吃饭、哦。对，请他先示范完。哦，示范。对，我们了解说他有哪一个地方是做错的、嗯，然后老师再示范一次正确的填塞纱布，还有消毒伤口的方式。嗯，然后再请他回复试教给我们看。哦，这样子啊、哦，那你们去了几次？我们几乎每一周都去。每一周都去啊、哦？对。哦，那可是你已经教他了，为什么还要每周去呢？因为有时候人是健忘的，总会忘记伤口要怎么换，而且为了确保阿嬷她的伤口有在慢慢长肉恢复、嗯、所以我们必须每一个礼拜都去看家属有没有正确换药，还有顺便评估阿嬷的伤口。哦，那你们这个每一次要带多少的资源去吗？要，因为他们那边偏乡地区如果要到威康或是其他新医药局，他们也要相同开2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花莲市区买这些医疗器材、啊哦、所以我们会带成人纸尿布、嗯、然后包含洗澡床，因为我们也会帮他洗澡床对、啊、然后还有一些换药的那个设备敷料我们都会带上去。嗯嗯，那老师这个去看这个阿嬷一次几个人？就你跟这一位同学、啊？哦，没有，所以当时也是有一些热血的学生，然后我们就说，要不要一起去啊？是啊，那因为婷宜的年纪比较大，所以他大概就是学习怎么去伤口照顾、嗯。那当时的那些另外一群的小学生，他们5专2年级、嗯，那他们有学过所谓的基本护理学，就可以帮病人做一些舒适
这个的照护，我们自己就设计了一个洗澡床，然后自己设计的，对对对，然后我们还就去帆布店啊，请他设计一个洗澡台啊，就是可以烧一些热水，然后帮阿嬷洗澡，然后洗完澡之后帮他擦干再换药这样子。因为我问那个家属说阿嬷多久没洗澡，他说自从他生病之后就只有擦澡。哦、所以他的皮屑是非常非常多的，对，所以每一次出去的学生是不一定的，只要有空的话，我们学校的学生非常特别，就都会非常愿意跟着到部落去。这个我们慈济科技大学的护理系的教育非常好，哎、谢谢。现在的年轻人，你说让他自愿去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爸爸妈妈自己都不愿意，都不一定。帮忙洗澡的还去帮陌生人，那么久没有洗澡，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说不出来那个感觉，我觉得很欣慰啊，也很感谢老师，也很谢谢各位同学。那这个我们去看了许多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地方，当然也发掘了一些问题，对不对？那发掘问题之后，我们带回来会开始去解决吗？所以我们是不是跟观众一起来看下一段影片，就是我们对于这些长者还发现了哪些问题？啊，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我们一起看下一段影片。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台湾慈济科技大学护理系的学生。那我们的产品是好神通造口便带，好神。用活泼的方式介绍研发的产品，慈科大的学生在传统的造口便带上方加了一个开口，使用夹链带方便开关，不管是病患自行清理或是照护者使用都更加方便，不用再像以前我还要就是蹲着啊，或者是我有时候可能会弄的裤子上到处都是，一天我就要洗好多次的裤子。我们产品名称叫做聚感阴性伤口教学模型。那这些伤，看到这些伤口都是我们去部落的时候看到一些长期卧床的老人他们身体所会产生的伤口。把临床看到的伤口以 3D 列印，再用细胶翻模，并加上了七个感应器，应用在教学上能更提升护理专业技能。如果有了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练习到说，那我们的前期伤口是否有消毒到，我们这样我们会知道，然后到部落的时候才做的会更好。好神通造口便带在香港创新科技国际发明展获得银牌的好成绩，具感应性伤口教学模型更获得金牌和特别奖的肯定。另外一个吸带型导尿管的设计虽然还没有成品，但因为设计理念创新同样获得金牌和特别奖。有异物的在身体里面，其实是对他对病人来讲是一个不舒适的部分，所以在材质的选择还有体积的大小，这是都很需要我们去克服的部分。柔软的细胶材质，隐藏式的使用方式，这款吸带型导尿管深获好评。而慈科大团队以病人为出发点所做的各种研发，也在寻求量产上市的可能，实际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质。这个想法是什么？怎么来的？老师还是您讲一下。因为事实上我就是我们也会老师会平常到医院去带实习，然后那整形外科的护理师也跟我回馈，就是说那个就是有如果护理人员不晓得怎么去填塞伤口或者是消毒的话，那病人很容易所谓的败血症就住到加护病房去。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教材教具，那它不够仿真，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婷宜还有一些已经毕业的学姐们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来设计一个就是长得跟我们的伤口很像的一个教具，然后里面是有一些回馈系统的。那刚好就是婷宜他们有认识一些就是其他学校的像北科大的一些学生，他会做电路我们就做一个跨校结合这样子。对，然后就把这个模型把它设计出来。是，婷宜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将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对，那就是一边照顾这个阿嬷一边也在设计这个。对，所以可不可以说这些我们照顾的这些对象其实也是我们的老师？对，病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好，那这个我觉得笑得很可爱的是倪婷嘛。倪婷，那这次去香港好像是你在 make a presentation 对不 对？是你在报告。对，要用英文哦。Good afternoon, every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m going to introduce our products. Yes. 不错。你还有一句要讲吗？然后呢 ？Our product name is Induction Feedback Wound Teaching Model.
哦、yes. 哎，真的是不错嘞啊！好，那所以这个你，我看你今天带了这个模型跟这个电脑来嘛，对，是不是？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得到金牌奖的。对不对？对对对，你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用 3D 列印所列印出来的教学模型。所以这个是一个入窗的口，对不对？对。啊、入窗口。其实刚刚那个婷宜讲到说，事实上还有前行的伤口。对，前行伤口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在里面最主要特点是我们在里面加装了7个伤口感应器，然后就可以学生在进行伤口化疗练习的时候。然后老师就可以透过这个电脑荧幕上看这位学生是有清洁干净还是没有清洁干净。像现在电脑荧幕上出现零，就是还没有清洁干净。那如果像现在电脑荧幕上有跑出一了，就代表这位学生是有清洁到里面的浅型伤口。就是说你现在棉签放在那个插进去的地方，那是皮下的浅型的伤口，对，就是、对不 对？那边清洁很重要。嗯嗯。哦，好，那所以如果没有清洁干净。这个动作不落实，电脑会显示。会。好，这个不容易啊。啊，对。老师，那这个用在什么场合？事实上，这个场合的话，护理的养成教育是从学校开始。那所以我们会在学校呢，就是用这个模型来做教学，好，让他们知道伤口的长宽深跟浅型伤口。那学生有这个概念之后，他到临床去，他就会知道要去做这样的消毒。那此外的话，我们也把它用在一些居家，然后病人的卫教。那还有的话，就像有一些专业的训练课程，哈，像一些伤口护理师训练的课程，我们也拿这个模型，然后去给护理师练习。那我记得有一次非常有趣哈，就是在场有大概有4-5个护理人员，我就说那你们可以用这个模型去测长宽深嘛？结果每一个测量的都不一样。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啊，你们6个都不一样，而且你们都这么资深，那就表示临床的人可能都。对，都更不一样，是，所以或许伤口的照护来讲，它是不是不是像癌症这么的让人家注意？可是如果你没有把它消毒干净，没有把它填塞好，那就会让细菌长在那里，就有可能变成感染，然后就是威胁了生命这样子。进入败血症，其实死亡率就蛮高的了。对，啊，所以其实不要以为清洁伤口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我想透过这个，它是一个很好的教材教具啊。是。那那个婷宜，那研发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参与吗？有参与。好，那有碰到过什么困难吗？碰到比较困难的是，因为我们和北科他的学生是合作，跨团队领域合作。那一个在北，一个在东，我们时常就是当天台北来回，就是跨时区这样子，然后讨论。我们要把临床跟电路相结合，那有时候我们单用说的他可能不明白，所以光是一个产品我们就可能翻模了5-6次，然后电路重新装了差不多也有4-5次左右。是没想过放弃哦？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清洁伤口都觉得说我这个棉签只要沾了比如说优点或者伸进去反正用力的把它抹干净就好了，好像没有那么单纯哦。是，它是有死角的关系吗？对，因为每一个伤口的浅型伤口，那它会长，它的样貌每一个病人都会不一样。也许有的病人不会有，但是比较多，譬如说长期卧床的病人，因为翻身摆位的关系，就容易有浅型伤口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让家属还有照护者可以了解到这个现象。像刚才那个婷宜讲到的那个河中的这个阿嬷，对，那就是因为他这个身体非常的痒，所以他常常呢，就是他会被约束在床上。那他的家人就会非常担心，所以每次翻身摆卧就是会用拖拉的方法。那拖拉就会让这个伤口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会透过这个伤口的模型告诉家属说，如果你的翻身摆位移位不对的时候，就会像这个伤口这么严重。哦，是，所以也有一个提醒的作用。哦，这个真的很好。嗯，那婷宜最后说一下你得奖的感受。其实对老师还有对先前的学姐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伤口就像我们的小孩子一样，因为另一方面也是期望能使用到我们这个聚感应伤口模型的，不管是家属、护理人员、医生还有护生们，他对透过这个伤口学习练习，那我们进入临床的时候就可以照顾
把我们所看到的伤口照顾越来越好，不管是小伤口或是大伤口，这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玉馨，你说说看，是得奖感言啊？对，都可以。好，你有什么感想都可以说。就是很谢谢老师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然后去出国。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是部落嘛，都很少出国，那老师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看看更多不同的那些产品、嗯、对，就是觉得他们所做的东西跟我们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为未来的一些东西一些就是未来可以做的东西，这样是对，就觉得很伟大，这些人跟我们、嗯对，我们一定要自我肯定啊、嗯哦！好，那佳云呢？我其实对于这次这样感觉，就是谢谢老师，然后带我们出国这样子，然后因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啊、哦，嗯啊，然后就很开心，然后我很谢谢老师，就是能那个创办部落教室、嗯，因为有部落教室会让更多人知道，就是有误入这个部落，有力道这个部落、嗯、然后他们那边小朋友是需要我们去陪伴他们的这样子、嗯、可以多亲近这些孩子们、啊嗯、而且真的这些孩子是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是真的需要我们陪伴的。好，各位观众，在我们这个荧幕前面呢，有好多奖杯跟奖牌，这都是老师跟这些护理系的学生一起创造出来的这个得奖的记录了、嗯啊、我想得奖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用心跟努力为社会所看见，而且真正帮助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是护理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啊！真的非常谢谢老师，也谢谢各位同学们，因为你们的努力，许多人得到你们的帮助，而且我相信你们自己的收获也是最大的。好，谢谢各位观众您的收看，也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同学，谢谢。